那个暑假再一次啦，暑假那一次我会准备比较那个的。暑假什么时候？完了，你以为统神的钱烧不尽哦？你就啊，就怕我不知道那时候还有没有玩 LOL 啊？你怎么了？感觉没有玩都也可以啊，没有玩的你可以看我 carry 啊。你看我上刚刚，哎，这个东西，你前面有个肥猪。下路又怎么了？哦，索纳塔无敌，无敌，无敌闪现，哇，无敌 double kill， 小杰英雄，切！Time to make a stand. 啊，你又不陪他玩喽？他被别人玩不是很正常吗？哈？你哈什么？啊、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哪里正常？其实，那你要我说实话吗？想啊，我自己也知道啊。嗯，实话很伤人的、啊。我知道啊。只是我自己在那边撑了呀，像个智障一样。你真的要我说实话吗？你讲啊，我没差。好，那我就讲了。哎、欸，你不会骂我吧？我先听看看啊。走，你先听看看。好，啊、不会告你就好了。好，我直接老实跟你讲啦，就是你 LOL 技术烂嘛。啊，你技术烂，他竟然就，你知道那个古代有个道理啊。树倒猢狲散啊，这个大家会往强者聚集的、啊。你知道跟他玩的人是什么吗？他才银牌啊，卖一只手都银牌啊！银牌管他什么牌的，就像他遇到我跟你，他的选择也是显而易见的、啊。他看到我这个实力，童哥哥的大棒棒，他还不跪着。好啦，你爽就好了。